什么肉？那个什么肉？它旁边的那个大林森路的地下道开放之后，它是那个地方，我今麦讲的才三百个年嘞，今麦十岁啊嘞，十岁十岁。林森路那个比较道开放之后，它才可以封这个比较道。哦，那第一个是第一个。你是说林森路的开通完的时候，古林路才能够封闭？是这样子吗？是。是这个我是非常重视的，因为我光听我等会的比别人都重，台南是重大建设。是是。那必然的，那我们面对这个封闭的那个地下道是很严重的。导游熊哈，我们继续准备。交通黑暗局，我想我们交通局应该慎重的注意的哈。所以第二个是说，刚刚说提到的配套措施，就是如果有地方居民需要，铁道局也不排除开接驳车了。是如果有需要接驳居民。我所要说的是铁进啊，不光是接，未来是接驳车，未来也是替代方案，重点要全面地道，要防范这样子工程。李兰这条路啊封闭，不能够开通，还是公路的路会当封闭啊？再来公路的路，林森路地下道全通，再来古田路，所有的你们的流程。我们不管流程怎么样，重点是我们的交通哦，黑暗警要注意到这上下班次人的车辆的通行啊。好，那局长，面对我看你这个书面报告收到我们的那个18青年路的提升档三次流标嘛，对不对？那目前你看你书面上有写市长已经也同意了，多了4400万，对不对？是，增加经费，在第三次的时候就已经增加经费了。然后我们以为可以，想到来。那你表示你第三次，那第三个4400万得了吗？是。那后来我们了解。那怎么又增加多少？没了，我们了解之后，厂商的疑问是工期啊，所以我们第四次调整了工期，把工期放长一点。目前据我们了解，已经有潜在厂商来。那你的意思工期定为多少？是时间是，因为第三次抽象目标。因为他这样以为他就会来投标，不过他后来还是犹豫，因为他说因为最近缺工，所以他没有把握在那个工期里面完工，所以后来又跟厂商讨论是。重点啊，这是阮哦，就阮这部分一直清楚啦哈，因为那个面对北门路以及我们东区的停车位哦，不过停车位包括我们的东门里跟维夏里的活动中心没有。那刚好恰到有这个 好地点，能够多元化的利用。我希望在这一次你立刻放下你找回这个，对，就会绝标，就会绝标嘛。是。我想你们把它周全的哈，周全的计划，希望能够在今年都能得标，能当完成嘛，对不对？如果顺利年底的那个发包的话，就当完成，对不对？嗯。好，局长。包括阮台南市啊文化中心的停车场嘛，那个预计10月中旬应该可以复工。完工吗？还是复工？复工了，因为目前停工嘛，因为挖到底下有那个水利局的地下山啊，所以停工。是这样，等复工，那什么时候完全部完工？要到2012年。2012年，就是更冷淡。是差不多了，因为他要挖地下室，我希望我们的进度能够顺利这样子，还要报告我们哦，因为我们东区有三处嘛，万里长嘛，前面都嘛，第八嘛，还有文化中心。那我们的那个监理站旁边的立体停车场的话，我希望我们进度也要加强。好，我们那个预计应该在年底可以。因为我们的停车位不足之下呢，造成了交通的阻塞，交通警察局那个人民的荷包，警察的绩效。警察的那个一些的勤务也加重，所以我们交通局这里哈，赶快加把劲哈，让我们台南市的，包括尤其我们东区的交通哈，能够顺畅。是，好，谢谢。